来移屏幕。你用的是什么指套呀，哥？我用的神之套的飞鸿啊。神之套飞鸿，哦，可以啊，飞鸿还可以啊，挺滑的，兄弟。哎，这里怎么？哎，这里主要是我指刀现在没了，他我买的今天晚上才到，我现在只能拿手指移了。没事，摩德斯。哦，中路雕像，我操，这么哪儿啊？准的狙，好准的。派威还行啊，我买这个全家桶啊，哎呦！对吧？全家桶。滑滑的，这局灵敏度超调慢一级，点，我能感觉给无我一敌。下？我靠，没事，爆破都这样，都是走子，都是顺狙，得跟他们对着顺才行。都是走子，鸭王套嘛，没用过，回头我买一个吧。鸭王，用了我就是鸭王。那是的，三下鸭陪好，不是你在他俱乐部里，这老板不得给你们整几啊！个鸭王套吗？不，我退了，无聊，太无聊了。好吧，包的，我过去是体验生活的。包的，我靠，行吧。雕像有人炸到我。不行，我觉得这游戏。哦，我们 A 内没人啊。中路白，中路白一个。A 出了 H 到我们家。喂。你这拿手枪对。不是，我在切枪，我刚才把他打了一个酒吧，直接秒了呀。完不是另了，外一个。太准了，来不及切枪了吗？没事，少减20分，我们队推了一个刚刚。这么准吗？少减20分，我们队刚退了一个。包的包的，哇，这个钢化膜怎么这么灵敏啊？我靠，真的是触控增强版，兄弟，这太增不强是，了，兄弟。对面怎么这么多狙啊？不是，我都不知道你们。还有一个狙。玩了个豆啊！我就在这左一下右一下的，咋就给我栽了呢？对面狙，太肘子不了。是这些狙，真的，这 CDM 的狙都没这么准呢、啊。哎呀！全是局，就这一切，我队友视角，我跟电击美杜莎似的，直接队友就死了。全是局，局胜对面都是。哎，我透啊！玩个蛋啊，这个游戏。在哪儿啊？这旅店，不是。那四个人加起来就杀一个呗，OK，四个人加起来杀两个，可以。哦，难道说什么牌子的钢化膜？加我微信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我自五杀己了，五杀了，五杀，五杀被抢五了。杀，哎呀，这。五杀被抢了，没有五杀了，老弟。不是你咋还比我高一分啊？哇！哎，没办法，谁让我是我们这边最早的这个败方 MVP 呢？你只是后来者居上了，知道吧？不是这游戏这什么游戏啊？这是啊？这狙就这样就哭哭顺呗？啊？狙击大作战，老是枪都啊。砍到人了。我们家有一个，哎呀，大机枪，牛逼掉，就他，你也要，没事，加个微信告诉你，主播开圈了，没了，没有兄这个，弟，我得请人过来了，我得摇人了，兄弟，我也不敢打爆破，真的，这。聊个神，这不得五排打个爆破！我勒个豆啊！别急，哦，这指套太滑了，比刚才那个黑的还滑。
这游戏的狙六六六，爆头穿墙一还枪是很毙命。变态啊！这游戏的狙真的，我操，我操！怎么被狙给秒了呀，欧林？不是前后都有人，我欧弹没子弹了啊！哦，没有子这弹不是队友了。吗？队友旁边那么大一个脚步，哎，你看那队友 AK 的枪。别急，这一打一完了。哦，这 AK，这 AK，请酒之意，OK，请酒开始 AK，请请酒。酒，啊 AK 啊啊啊！热点吧，热点吧，热点练练枪吧，挺好的嘞。本来想玩爆破的，然后，哎，怎么着不掉分，加零分不掉分，哎，这非常和谐的晚上。戒狱知道吧？戒狱。哎呀。我换了一个这个厚一点的指头，厚一点，防汗的这个指头。这个指那他不头，就不会很滑吗？对啊，我其实就让它滑一点，滑一点，然后灵敏度可以调低一点，就很爽。不是你那个飞鸿也滑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用所有的神之套。我发现神之套都太薄了，知道吧？就用一会儿就涩了。那个有没有裹得紧一点的指套？我紧一点的，你要紧一点的吗？不，塞山鸭那个是真的紧，塞山鸭那个都移不到你的手指第二个关节上。我那你要这么说，我要搞一个，我就要紧的，灰色的双面，我用的是双寒加厚的。高塔下一个。六 A 大这个556没打负过，点直接换了，哥们。等下，我还在看我的那个神之炮到哪儿了，等我没看一事，下。包的没事。哦，已经到我这个城市，在另外一个区。包的包的，对面要上点。铁二，对面不会上点。马棚火。放心吧，你就说这两枪死的欧弹，别人玩拿什么玩嘛？哎，铁房有人，这铁三的队友在干嘛？碳纤维也可以，哎，这指导太厚了，有点没有微操了，这样吧，太厚了，太厚了，关键时候可能爆了，他也就防汗铁了。二两个人，我服了。没事，铁一两个，铁一两个。哇，怎么没两枪死？龙鳞啊，龙鳞，我刚才在用那个黑的，有一个黑的还行，这个一般，这个上手就知道今生跟我没缘分的这个指头，这个指头一上来就知道跟我是没什么缘分的，还是要这个，电车要来这个，抓我要了，这个。救命啊！感谢 APIB 的火箭啊！感谢老板的火箭，谢谢老板。你要不看一下我们家二号位在哪儿？不是二号位怎么在归核弹？干嘛啊这？他在下面待了一个两个点了已经。我操！我破三个，等你最后一个，近点门口左边贴墙。我不去了。没事没事，拿下一点吧，没毛病。我操，两个！没事，我来帮。队友补了。没事，我要帮他打电车了。妈电我！我勒个豆啊！这队友怎么不吃电呢？一个弹的，好。没事，我有复活弓，他过不了。我帮你看一大，我帮你看一大。
高的，守住。哦啦啦！三枪头 A 大，三枪头把我秒了。界面码加群友啊，群里有界面码，兄弟。这个还行。不是，国服怎么这么都这么恐怖啊？随便秒我头皮位。包的呀，国服真的随便秒。我靠，给你滑进来。tag 打一半，开个 tag。我就办法复活，我往红黄那边带。OK。哎，我操！中路白，中路白搜点搜到我一板一，完了，保一下红房，保一下红房。板一上弹一个，看看雨棚。哦，两个。有公牛，有公牛，有公牛在撞。MG 是要捡枪的。有一次可以可以。看中看中。包的。就炸我呗，哥，谢谢他。哎，逼到来了，逼到来了，能看到你说话，包可以看到的呀。逼到两，逼到两，中来一个，包的。队友在干什么呀？没事，打完一轮分直接拉平了。对面的哥们不踩点的兄弟。我裂了，对面这帮人早上明明都被我摁在地上刷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在拖铁桶。你是奇异灵，我是牛子。没事，我来踩了。你是奇异灵，和你打我就杀不了。没办法，我太能杀了，我把你人头抢了。哎，白方进了一个，哎呦 ，A 大还有一个，完了，完了，我操 ，A 大来了，传统五指有必要转维新吗？难受啊，没必要啊，你玩的顺就没必要啊，一点必要都没有。哇 ，tag 什么 ？tag 死了。泰克是只有一个人的吗？泰克是只有无数个人。没事，我有榴弹，别挡，别挡炮。你把那个机甲炸一下吧。我也就。必通来一个残的。机甲炸不到了，完蛋了。你机甲能穿。没事，我等下我立马马上好，我等下反。太多了，兄弟。还没好，机甲还没好。完了，没事，机甲没血了。这机甲现在也挺脆的，我感觉。没事，我给他扔个闪再进。闪到你，进，对对对。死完了。哇，加两滴。哎，铁桶，铁桶来了。铁一。哎，一道火，一道火。欧等要不要带强人？带呗，带不带其实都可以。红防火，红防火，板楼那边。三个人有一个叫了，帮我开一道。没收两个，给我炸了。OK， 你那人多了，看你那吧。我来上，我来上。我操！掉完了，红方火了。哎，我后面活人了，我后面活人。掉喽，法拉斯邦。哇操，这火力！进门右手有一个。好密集啊，有点不好进。Oh shit！ 哎呀，很多人。不好进。这个点给点分，下个点是一波没守住就记了。板爷来了，
我把红方踩住吧，我操，不能放了，得死宝了，不能放了，把楼进了，把一进了，归着归着再反。哎，你继续归着，你归着，我操，你要死人家！你归着你归着，等队友过来。 白二一个，白二，哎，白二还在，白二还在，兄弟，炸了，兄弟，完了，上完了，不是，队友开了个锁，他不往点你走，行吧，两个不踩点的，兄弟，两个不踩点的，没办法，记。 兄弟，有人不想赢我，只能说，我只能说有人不想赢我，好这一把。早跟你飞了，有个踩点，早跟你飞了，都不知道你谁，我靠。龟和我靠，龟的，麦克特吗？不能用啊。哦，又撞到我们这边，又撞到萨满我们这那个补经典了。 又不经典，一会儿开群对面麦，直接骂他一会儿，傻逼一样。那个五号位，对面那个三排我倒是认识。 左边，左边掉。哎，复活，复活，他们左边挤我们了。有的。帮我看中路，不用乱看。好。帮我看啊，对。 中路掉一个，中路那个掉，复活又来人了。没事去补就行。我管住，队友管。他们打中。还有两个，有个往右走，有个往左走，但是队友往右边顶了。没事，顶你拖着就好了，他顶不到哪去的。捅啥呀、啊？这二号。中路来了。哎，毒气弹。没事，我有榴弹，别动。 掉了，复眼丢了，哇，有C4，就闪，哦，他有大面具，闪没用。 来中路一个，伤人，往猎户顶，水枪枪上面，哎，我没补掉，有预身。 红枪角落，死了。我来帮你，没事没事。我吃毒气弹了，帮不了。二楼一个，我那个逗我的毒气，没事，把下点拿了吧。下点掉一个。我把护我保好吧，护我保好。包着包着，中路掉。 我来帮，看你左边，先看你左边。中路，我们家中路也来，打你那，你那近点有一个，回头帮你。
被架了。还有不是那个，没有负点，是我掉。没事，负点拖他们这样吃分效率不高。没事，回头回头，哎，拖着拖着，等队友来，他要冲你，他们要冲你，好好冲的兄弟。完了，炸死炸死，复活点活了。我回去帮你，我回来帮你，回来帮你。没事，不用，还好。左边去了一个，下点进了。生物掉了，生物掉了。还有一个，左边来了，左边来了。给他保护位，下个点点里有一个，底下你点里一个。哎，进来。你脚下一把喷，回头回头，看你右边，看你右边，左边来了一个，跳完这没跳完，OK， 我去管中，我去管中，我开控制地的，把信息拿了，左边一个，右边来了，收点吧，要守不住了。啊！点了两个，这局部炸弹好贪啊！闪到！拉呀！我操！没事。五个雷，我以为他要炸了。他们顶出来了，打下去。来呗，可以啊。你倒了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哦，这样赢了，可以，我这个斗文这就赢了，包的阻尼感略高，手搓压枪和陀螺仪控屏都合适，0.72毫米，我靠，这么厚吗？这个指头0.72，碳纤维赤银是碳纤维，0.52，这是最薄的一款、哦、红色的我还没用过呢，粉色的，哎，红的在哪呀？哦，有红的，红的还没用过呢，粉色的就算了吧，粉色也还行吧，粉色太滑了，黑色的话，和睦问他能不能来，你来啊，宝卡哥房管呢，每次和欧丁玩我就摆烂就很舒服，没事，跟我玩。包的兄弟，看右边，哦，没事，右边还没漏。溜了溜了。不是，我连人都没看到。不是，我先踩点了。他妈二楼没上，哎，中路要了。副点没换，二楼一个。几排啊？现在在四排啊！我操！副点换了，副点换了。二楼我的。道具好密啊！纸套包有纸套的，哎，复活点应该活人了，被挤走了，我活了呀，那边别拱了呗，各位别拱了呗，我操，快回来，完了，别拱了，我操啊，拱了他妈的地位怪兽都守不住这个点啊，拱出去了，我这个骚干啊。我又活人了，
招完，我枪没子弹了。包的。要合了，14连杀了，我操，包的，保住大江，大江守住。啊 ，AVK 两枪头。完了，兄弟。那我 AVK 两枪头给定了。我操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兄弟。这没啥办法呀。没办法了，兄弟。我就不该说那话，我就。红点配件，自己想换掉哪个？自己想，兄弟。我没有，你自己想。想不出来吗？想不出来也不告诉你。二楼上一个，二楼上一个。照，煤气罐照。哎，是毒气弹啊，原来。给贝亚弹了，聪明啊，竟然想得出来啊，可以啊，那就这一套吧，那你们说这一套就可以啊。聪明啊。欧弟，你玩的哪一个呀？你玩的北方工业一体吗？啥呀？我玩的是欧弹啊，现在在玩。我知道你19玩啥配件。包北方工业的。我的意思是一体的那个还是消啊，就北方工业的消音器啊，北方消音器啊，包用那还是有个精准场，包得把射程拉满玩啊，来点雷闪丢了，兄弟们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点有个防弹盾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兄弟们，考验防弹盾考验不了，防弹盾太考验了。还有个毒气弹。哦，我再吃了一个冷气弹，我直接走都走不动。19有红点吗？群里面有啊。不加群，你们帮我回吧。你们加群看吧，兄弟。不加群我不回了啊。加群吧啊，兄弟们。你们问配件的，你们就告诉他加群就好了。咋了？吃了一个冷气弹，又吃了一个毒气弹。一会儿再吃一个毒气，这样是绝杀。眼睛睁不开，镜都开不了。再加一个，走都走不动。兄弟，没人上点啊！我操，兄弟们冲啊！哪里有纸套？我这没有纸套，兄弟。不是打他妈都有个毒气弹啊，你们有吗？给他丢，妈恶心逼我靠，对面的五个人。我没有毒气弹。我是好孩子。毒气弹给我们搞的，我们都上不了点了，怎么玩？啊，本来就不上点。我有一个。更不上点了。我是好孩子，我没有毒气弹。包用毒气弹的，狠狠的冲啊，兄弟。哎，有个黑洞，走一点。哎，复原带过来，别急哥，别急，可以，先把他复活点挤走，这波，复活点挤走了，来，一个，包的，我操，还有个炉子，兄弟，哎，复活点都拖一个呀，我操，复活点没人拖呀，哎，复活点左边活人了，我勒个豆啊！后面火有人儿 ，OK， 走吧。后面残的，没办法了，兄弟，有人去 gay 脚吗？没有 gay 脚就下一把吧。OK， 我 gay 了一脚，暂时不用下一把。然后下一把，现在要下一把，下一把没人。下一把吧。还有煤气罐，上不去点，打钩子，我靠！
粘性手雷比赛可以用吗？当然可以用啊，兄弟，包可以用的，包的。嗯，这把我没摆啊，这把我没摆啊。哎呀，